我就想住在碧苍王府。这灵界与仙界与天外天是截然不同的，所以我打算留下来好好的感受一下，不知灵尊是否允许呢？神君能够留在灵界是我们的荣幸，只是灵界环境粗陋，臣民彪悍，恐怕会得罪神君。无妨。只是灵尊，你是不愿意让我留在灵界是吗？神君说笑了，我恐怕会招待不周。既然神君愿意留在灵界，青岩，即刻安排神君住在宫中殿宇。是。不如这段时间，我就安顿在王爷府吧。沈离乃行军之人，差使之人手脚粗笨，恐怕会怠慢了神君。如今灵界，我好像只跟王爷算是熟人，我还想着请王爷带我好好领略一下灵界的风土人情。灵界没什么风土人情。神君多有得罪，阿离自小在我身边被娇养惯了，顶撞了神君，不如神君还是住在王宫偏殿清雅之居。我就想住在碧苍王府。论清静，恐怕这世上没有任何地方会比天外天更加清静。我来灵界呢，本就是图一个热闹，碧苍王府就是不肯让我住，是吗？客随主便，即便是上古神，那沈离，既然神君想住在此，这段时间你便要尽地主之谊。